这个卡通的嘴型跟着我的语音一起说话，是不是很可爱嘞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遮冰燕，欢迎收看网红课堂。我会分享一些网红必备的使用工具。今天我要教你的是如何免费一键制作对嘴动画。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脸皮那么厚，爱露脸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想要制作一些可爱的解说类动画，你可以使用 Adobe Express Animation， 只要几秒的时间就可以制作人物动画。Step 1， 点击你要的角色。坦白说，这里的卡通人物都很丑，只有 Anna 和 Rin 是比较好看的。Step 2， 录制声音或者是上传声音。Step 3， 下载影片。官方提供的是无水印和 1080p 的高画质影片，可惜这个工具不能上传自定义的卡通和背景，甚至不能自定义表情和动作。如果大家想要制作比较高质量的 animation， 建议大家可以使用 Powtoon 这个工具，可惜它是付费的。今天的教学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话，就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分享。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，我们下期影片见，拜拜。